在吃午饭的你，我们先来聊一个我们非常关心的话题，就是钱要如何赚钱赚得更多。Jimmy 是没有什么妙方啊，但是我是看到了在中国那边呢，就有这位女生，哇，赚钱方式我觉得非常有创意啊，而且我觉得也是很容易啦，哈，她。每天晚上10点，我们这两个字，然后呢，每一则简讯，它的收费是2毛钱，所以就据说他已经是这样做了，营业了大概10年的时间。